我的爸爸叫张思义，他是我的爸爸。我爸爸叫张思义，他今年40多岁，他喜欢做的事是运动。我的爸爸今年不是，50岁。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多话的爸爸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坚持的爸爸。他的名字叫 Simon Im，今年48岁，非常的有耐心，EQ 非常的高。长气的一个人，对，他叫林志鹏。有一双不错、好看的眼睛，帅气的样子。叫什么名？我爸爸叫陈志强，他今年51岁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甘华顺。这样你觉得你爸爸最怕的是什么？应该是我的成绩哦。我怕什么？我怕。Yes， 我怕什么都不怕。最怕我爸爸。我不做家务。很担心 Hagen 跑出去家门口咯。Hagen 是我的狗，所以怕我们过得不好吧。你跟你爸爸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？出国玩的时候。你们最后一次出国玩是什么时候？2年前。所以你希望可以再跟他出国玩？希望。小的时候 before 我们睡觉的时候，我就会去他的房间给他一个 good night kiss， 然后他每次一直拿这个的回忆来讲那样子，然后就很 sweet 啦，很 warm。我在我4岁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起去看那个马戏团，然后他买了个 burger 给我吃，然后就只有我跟他吧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段记忆是最深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只有我跟他，然后没有我的妹妹在，然后那个 burger 真的很好吃。为你做过什么样的付出让你觉得最感动？就是因为经济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又想要我读书，所以他就很努力做工，为了供我读书。就是当家里很难的时候，他还是在一年没有事情这样跟妈咪一起把整个家撑起来的感觉。如果今天你可以穿越回到以前，你最想参与你爸爸的哪一段过去？年轻的时候，他讲自己很帅气，我回去看看他多帅气。就在他身边跟他玩。OK， 除了这个呢？带他去玩。可能看看他小时候吧，跟他玩，好像他以前跟我玩的样子哦。他认识妈咪的时候，帮他追妈咪。我希望我可以去到在我的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因为我想看到他充满着精神，然后充满着梦想。我觉得我会跟他一起去创业，去看他成就他现在的成果。给你和爸爸相处24个小时，最想跟他做什么？一起骑脚车看电影，去小铺，去旅行，可以一起去玩，可以买东西给我，跟他打羽毛球，因为以前有很强大，跟他一起去游乐场。他是那种很喜欢去挑战极限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跟他一起去做不一样的事情，就是疯狂的事情，讲更多的内心的话。你最想跟你爸爸说的是什么？就辛苦了，虽然没有马斯克，是很厉害的，骄傲有他这个爸爸。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爸爸，然后希望你也可以好好保养你的脸，让你的脸可以跟妈咪一样年轻。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，是我见过最勇敢的爸爸。Sorry， 每次让你担心，辛苦啊。